这只是丁丁，丁丁今天它之前有发现有这样块状掉毛，很严重，会扩散到全身。那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帮它使用芳疗植物，帮它做那个稀释的热敷，然后后来就有控制，就变好了。然后我今天发现它有丁丁起来乖，有两个部位，好像发现有掉毛，这个部位看起来是好像有长。就是掉毛地方要长出新的细毛，然后这个地方这一块是红的，但是没有毛。那因为这上个礼拜帮它使用的是那个皮肤专用的植物配方，所以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有疗效，因为上礼拜没有发现。所以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今天没帮它做稀释的，所以它跟。丁丁，它跟静才是同一个主人，所以刚刚静才用的是园艺，那我今天也帮他用园艺试试看，就是在这个比较红的这个地方把它擦拭，那这个有毛的地方，顺便擦一下。那下礼拜再看结果。这个是丁丁。